果你跟我合作，你跟奈雅的命可以保下来。好，我跟你交易。你们竟然让他冒死去找暗黑大帝，简直是胡闹！我真的对你太失望。这是不是表示还无法将暗黑的巢穴定位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欧华的一条命可以让你这么不确定吗？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，我就跟你说破解奈雅之类的方法。好啊，我就不相信全世界只有你知道这个秘密。本周六晚上7点，《萌学园4时空战役》就在25频道。